喘哦，突然一直喘的时候，很喘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你打很快，我也很喘。我总觉得这首歌唱变得很快，因为有风。那时间过得很快很快。刚才我在唱的时候，可能台下因为第一趴的时候嘛，阿甘休息的时候，就突然有人来点歌呢，我吓一跳。然后他还点陈奕迅，是我长得很像吗？哎，声音一样。哦，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回事。哎，我下次留给你，我留我的电话号码，唱给你听。陈奕迅电话号码前面也是0926了。哎，跟我一样。接下来带来这一首，写给部落的。想念。
贝斯手柯伟。谢谢，是原装进口。那今天时间走得很快，走得很快。那刚刚那首歌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啦。Uncle， 哎呦，怎么 Uncle 从左边出来？来 ，Uncle 吗 ？Uncle，Uncle 吗 ？Uncle，Uncle，Uncle。哎，那这首歌。献给你们，也献给今天这么美好的夜晚，来自张震岳的《再见》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以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
谢，再见，郑重再见，谢谢你们。安好，安好，敲了敲了敲了，安好。下课，今天李华晨的演出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今晚的参与，希望有机会呢能够看到大家再回到铁花村。离开的时候呢，个人物品千千万万不要忘记，如果有空杯空瓶麻烦帮我们拿到我们的侧边吧台。那如果想要支持原装进口，可以去追踪他们的粉丝专页，那入口处呢也有贩售他们的周边商品。那铁花村这个礼拜呢一直到礼拜一都有营业，如果都还在台东也欢迎来听音乐。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晚安咯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